学，请接着看经题阿弥陀这个名号。名号全是梵语音译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亮啊，所以就中国意思来讲呢，无量的意思。这是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啊，彼土导师德号。表此法实无量觉也。佛翻作觉啊，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中国的意思就是无量觉啊。这个名号义理境界都说不尽没有边际啊。无量是讲的自信啊，自信本具的智慧无量，本具的德能无量，本具的相好无量，宇宙之间一切无量的无量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包括尽了，这是自信啊。啊，自信的道啊，所以中峰国师在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你们想想看，他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完全正确啊！世间人说老实话，天天打妄想，迷失了自信呐。满脑袋里面求什么？求钱财。他不知道阿弥陀里头啊有无量的财富啊。啊，这个财富就是包括在相好里头。相好是属于福报。世间人有一等人一生拼命努力在学艺，啊，就是学一种能力，学一种技术，殊不知自信的本能具足无量无边的才艺，什么都会，而且什么技术才艺都是圆满的，都是究竟的，我们今天讲顶尖了。
世间人不能比呀、啊。啊，九法界也不能跟他相比。他不向自信里头求，他到心外去求，心外求法。你这一生能够学到多少呢？啊，太有限了。啊，所以你真正懂得阿弥陀名号里面的含义，你不知不觉了就被他摄受了。啊，我们现在话说，被人家吸引了。佛法里头说，摄受一切众生。经题幕后一个字，经。啊，经是中文。古印度称为修多罗，翻成中国意思，从前翻奇经。啊，奇上起诸佛所证之理，下起众生可度之机。啊，这个是佛教经典里面所含的意思。所以称奇经啊。那么第二个讲法呢，是右居，居是居足，观是常法。啊，这个是一般法师讲经啊最常用的。啊，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字，啊，这个经字的意思。贯是贯穿，这一部经文不论长短，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严整。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佛法里头啊，有科判啊，科判呢就是研究章法结构，它有次第，有条不紊呐、啊，文章做到极处啊。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必要。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它断掉了，它连不起来了。文章做到这个地步啊，这是一流文章啊，佛经如是。那么在中国古人文章里头，好文章确实也如是。啊，这个最普遍的大家喜欢读诵的古文观止，啊，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啊著名的好文章里面精挑细选，选了300多篇呢、啊。这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偏偏是好文章啊！可以用佛经科判的方法，你去分析，真的条理层次分明啊，能用科判判得出来啊。那么你再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写的一些书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你用科判也判，判不下去了。
你从这个地方就了解文章到底啊，这个好与不好，标准在哪里？标准在惯这个字啊，是不是从头到尾啊，完全是贯穿的啊，科判贯穿的。你看看华严经啊，华严经的科判了解一大本啊，那你看华严经是这么大的经，它有条理啊，有层次啊，一点都不乱呢、啊。佛经里面最大的经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呢、啊，有没有课本？有。啊，科判有几十册我过去见过，也是用表解画出来的，真真了不起 啊古人所做的功夫啊，所以诸位同学学讲经啊，学讲经最重要的，你要会做科判啊。一部经你拿在手上，你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用表解，把它的章法结构体系通通排出来，你这部经通了，通达了，在文字上。章法结构上你通达了，义理呢你也应该明白了，你就不会讲错啊。早年我们在台中学这个经教，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啊，科判这一门学问不能不懂啊，开始怎么学法呢？开始学别人的。啊，我学这个科判呢，是在灿云法师茅棚里头。啊，灿云法师，我在茅棚里住5.5个月，他教给我3本书。《阿弥陀经》苏超，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圆中钞》优希大师的，都是阿弥陀佛这三个在历史上的权威的注解。那么，这个苏超注解里头啊，有科判。大师他都分好了，但是他用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呢这样子排的啊，当然古书念得很熟没问题啊，你头脑很清楚啊，现代人呢就有困难啊，所以参与法师教我把它画成表解啊，表解怎么画法呢？他把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有许许多多的著书啊，他都用表解把它画出来。他说：“你就照这个方式啊，照这个方式，你把这3种注解的时候用表画起来。”这个表画出来之后啊，我欢喜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这经的意思一看通清楚透明白啊。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啊，就管用了。
啊，在李老师跟他学经教的那几年，我自己做了几部刻盘，啊，非常可惜，这么多年呢，这个搬家到处搬的时候，我这些东西都丢了。啊，我最长的一部经，那个刻盘是一个毛笔写的，好像写了有40多张十行纸，未曾有一年经。啊，佛说未曾有一年经，两卷。我那个刻盘做得很细，啊，几乎每一句都把它分出来了，啊，分成层次，好像分了20多层呢，啊，干支，啊，天干地支合起来22个字，啊，再不够的。我们用阿拉伯字，用这个英文字母。我记得好像我排这个课的时候，排了有20多层的层次。要学啊，课判是解释经的。啊，所以你会看课判，你会写课判，啊，自己会编课判，这经你就通了，大意你都明了了。这个苏啊，苏超啊，是解释义理的，啊，是解释就是。这个经里头某一段某几句啊，解释义理的，解释全经的呢刻盘佛法这套学问传到中国来之后，儒家有章句之学啊，实在讲章句之学啊，有人说啊，可能是从佛法科判里面学得来的啊。那我们知道中国的拼音确实是从华严字母学来的啊，用梵文它是拼音的，这是说佛经对中国文学方面的影响，给中国这个许多文学家的时候带来了很多启示啊，使他们有所发明啊，这贯这一个字啊，啊，贯穿的，那么这是好的文章做到了，后面这三个就做不到了。舍啊，舍是什么呢？舍受，这不太好懂。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它有吸引力，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吸住了你，叫你对它欲罢不能。这个我也懂啊，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学4年级就开始看中国的旧小说，章回小说啊，章回小说里头最著名的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
啊，这一类的章回小说，我从四年级开始看，哎，很有吸引力啊，看到晚上都不想睡觉啊。一遍看了啊，还想看第二遍啊。我到初中一年级，这个四年，把中国古时候这种章回小说统统看完了。我的国文根基啊，是看小说带来的。这里面好的，真正好的，确实这古人评价没错，这四大部啊，这个四大部就是《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这个四大部最少看四遍，从头到尾看四遍，最多的看了十几遍，从头到尾看十几遍啊，看熟了以后那个速度很快啊。他有这么强烈的摄受的力量，但是怎么样呢？顶多大概15遍，受无遍看了之后啊，不想看了，摄受力量就到此为止啊，再不想看了。啊，古人的经典有摄受力啊，你看四书，从小时候念的。念四书，在四书里面大概都是10岁左右的儿童啊，啊，就念四书了，念到老还念得津津有味，这个摄受啊，这个是文学作品里面这个四大部比不上他。啊，四大部的摄受力的时候，充其量不会超过20遍。你这部书从头到尾看20遍，20遍以后，我相信你不会再看了。你够了。但是，这一部四书啊，百读不厌。佛法摄受力量那是真大了啊！这经上告诉我们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生生世世，这个时间要以阿僧祇劫来计算了，永远都不厌呐。是，他有这个力量在啊。啊，唐是说这个里面所讲的道理是真理，永恒的，决定不受啊时间空间的限制。啊，那么这是世间典籍做不到。世间这些典籍就是圣人的东西，它都有局限在一个地区一段时间之内啊，那这个东西有效。我们看中国古老的东西啊，在现代的时候有很多真的没有效果了啊，时效失掉了。
真正圣贤的住所。中国古圣先贤著作，他的精神确实也是超时间超空间的，他里面所讲那些原则，有些在现在这个时代要修订，不合现在这个时代了，佛法不然。佛法是永恒不变的，真正不可思议。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对佛法非常羡慕爱好，但是还是有疑惑。最大的一个疑惑，戒律。张家大师看出来了。我为什么对他疑惑呢？我说佛经里面讲的道理好，真的值得赞叹，非常欢喜。但是戒律是什么？戒律是生活规范呐、生活规范呢，我们知道啊。中国跟外国不一样，今人跟古人不一样。这个东西我们看看，了解古时候啊那种生活方式啊，典章制度这可以，现在不能用啊。这个观念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很坚固的执着。我学佛不能学做古人呐、哪有这种道理？今人不做就做古人，还得做外国古人啊！这个佛是印度人啊，我们得做印度的古人，这成什么话呢？怎么讲也讲不通啊！所以我对戒律就很冷淡。对经论的兴趣很浓厚，那个时候跟张家大师每个星期一定见一次面嘛，常常听他，好像是有意无意，都会提醒我一句，戒律很重要，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在他的那个火化那个炉的旁边，他那个火化炉是单独做的，只给他一个人用的。我在那搭了个帐篷，住了三天。三天三夜我在想，我跟老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东西？没想到这一想啊，最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句：戒律很重要。就会想不通，我真的对这个事情不重视，很疏忽，被他看出来了。那么他这一提醒我，他要是不走，我这个事情不会反省啊，不会发觉啊。他一走了之后，我这也反省发觉了，我说这里头一定有道理。这再翻翻呢这个戒律来看看。在这个里面
豁然想通了。中国讲理，儒家讲理，它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所以三代之礼乐不同啊，夏商周啊不一样啊，啊，往后历代啊礼乐都有新格。啊，都有修订的，都有重新制作的，啊，就好像近代的法律一样，连国家的宪法，啊，隔个若干年都要重新修订一次，不修订怎么？不修订就不合现前大家生活需要了，啊，所以这个法律常常修订的。我们成立一个小机构啊，我在台北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有章程，有办事细则，章程办事细则，尤其是办事细则，每半年我们检讨一次修订啊，当成每一年要检讨一次，是常常修订的 啊所以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呀，这个办事细则当成的时候是非常健全的。为什么呢？修订过十几次，啊，从经验当中学会的，啊，做得非常完整的。他说，这个东西世间法了，所以随时随地要修正呢。这一想到这佛法是除世间法，它不是世间法，我从这个地方呢想通了，戒律是世出世间的那个分水岭啊，它不是世间法了。那么你要想超越世间，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戒律管用戒律，是诸佛菩萨他们累戒修行的典范，是出六道轮回的典范，是出十法界的典范，不是我们平常生活典范，因此他那个不能改。啊，特别这是五戒，你这五戒能改吗？不杀生，你能说错吗？啊，不偷盗，在家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不能改啊，改不得了。他这个几条原则性的大戒，确确实实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你怎么能改呢？这个法是常法了，常啊，法是法则，我们今天讲原理原则啊，所以常跟法在世间里都找不到的啊，佛法独有，
它是永恒的。世间怎么变，它也不变。这个通常一般讲经呢，都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的含义。底下一句说：“诸多妙义如华严疏说。”华严疏钞里面，清凉大师解释这个经这一个字啊，他用十种方式来解释。啊，这个观世常法是四种啊，啊，他用了十种。解释这个字解释的最详细、最透彻的，无过于华严疏钞。啊，这个我们在讲《华严经》前面也曾经说过，啊，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啊，那么将来可能还要讲一遍，在哪里呢？四十华严。我们开讲四十华严，还是要讲经题跟学义。啊，所以还有一次详细介绍的机会。这是把《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题跟诸位介绍出来了。下面呢，这是经文。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里头第一段，啊，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皆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拘迟罗利婆多，周离盘陀伽，南陀阿难陀，罗侯罗乔梵婆提，宾陀罗婆罗多，迦六陀夷，摩诃揭宾诺，波俱罗，阿耨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前陀科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十体还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到这里是一段。啊，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头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在这一段，啊，这一段文，偶业大师续分呢，判到这个地方，啊，莲池、偶业、优希，他们所判的这个段落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啊，那么我们今天跟诸位介绍。我是用从前我讲《弥陀要解研习报告》啊，我自己编了个讲义，趁这个机会呢，跟
跟诸位同学我们再温习一遍。这一段我标了个小标题，经序的启示。这个里头第一解释名义啊，名词术语的意思。如是表性顺，我闻表思成，一时表机感，佛表教主。舍为国，其数皆孤独云，表处所。舍利佛以下，到诸天大众聚，这一段是表听众啊。那么这就是佛经前面的六种成就啊，真的就像这个现在人开会呀，会议记录。啊，记上时间地点啊，出席哪些人啊，主席是什么人啊，会议记录前头都有这个例子。佛经呢也是为了取信于后世，这个经决定不是伪造的啊，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前面第一句加上一个如是我闻，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教学完全是用言说，没有用文字，跟中国的孔子一样啊，孔子的书是在讲是孔老夫子过世之后，学生把老师平常的教诲记录下来，大家在一起编成的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生讲经说法讲的太多了，佛灭度之后多闻第一的学生，记忆力最好的学生阿难尊者，阿难在所有同学当中记性最好，听一遍永远能记住这也是天才啊，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得到的 啊！我在做学生的时代啊，我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博闻强记，我听一遍啊，可以能够记得95%，我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叫我复讲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不困难啊。但是我跟阿难比就差远了，阿难一生不会忘记，我顶多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啊就忘了一大半了。啊，一个月之后的时候就不行了。啊，最有效果的时候呢，是一个星期之内。啊，这叫强记啊。
做学生有好处啊，什么好处呢？考试，应付考试，轻而易举啊。但是也有坏处，坏处是什么？不念书啊，啊，应付考试太简单了，考前给我十分钟，我把这个书温习一遍，啊，肯定及格，这有把握。所以把所有的时间拿去干什么呢？看小说去了。啊，这四年时间呢，把中国的小说的时候，差不多有一两百部啊，全部都看了。啊，看的速度也快，啊，确实也都能记得住。那么阿难尊者担负起复讲的责任啊，我跟诸位说了，我的复讲不可以超过一个星期啊，我能讲的跟老师差不多啊，我不加自己的意思，老师怎么讲我怎么讲啊，一个星期之内没问题啊，至少能够讲到九成五，就是95%，我有这个能力。啊，另外的，我有很好的理解的能力。啊，有悟性呐，这是学经教不能少的条件。阿难厉害啊，你看看那是佛说是说法49年，49年前讲的他都能记住，这个了不起啊，不能不叫人五体投地啊。他上台啊，佛讲，把佛当年怎么说的老老实实的说出来，不能加一句啊，少几句在我想是有可能，就他记忆里头的记忆力很强了。那么经过同学们的审查认可啊，听众是哪些人？500大阿罗汉呐，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们来听，听你看阿难有没有讲错，啊，没讲错，啊，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疑问，那这一段就删掉。500个人，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通过，记录下来，这样成为经典。啊，所以前面加上这个如是我闻。啊，如是就释迦牟尼佛当年就这样讲的。啊，我是阿难尊者自称，我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成佛20年之后，阿难才出家。啊，阿难是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啊，阿难20岁出家。这20年当中，佛讲了不少经啊。啊，你看照释迦牟尼佛讲经这个记录上来看，佛示现成道之后，在鹿野园度五比丘就开始讲经啊，讲小乘呢，讲阿含呢，
讲了十二年，阿含十二年，阿含讲完之后讲方等，方等八年，二十年。换一句话说，阿含方等，阿难没听过。阿难亲自开始听释迦牟尼佛讲经，是听什么呢？般若，般若二十二年，法华涅槃八年，三十年。阿难是听后面这三十年了，前面二十年没听过，那他怎么样接近？这个经典里头有个故事，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度阿难出家，阿难提了条件，他喜欢经教，佛从前所说的那些经，你要重复给我说一遍。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所以那二十年呢，就是阿含跟方等他没有听过的，释迦牟尼佛重复给他讲一遍。换一句话说，世尊四十九年讲经教学听得最完整的，等于一堂课没有缺的阿难尊者，所以他是传佛法的人。我们应当相信另外还有一说，阿难是大权实现，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这也能讲得通这从理上讲的，前面是从事上讲的，理事都讲得通所以佛教他了，将来集结经典的第一句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这一段文是释迦牟尼佛教给阿难的身作讲经得佛力加持，阿难一身作复讲，底下的人观众看阿难的这个佛的加持就跟佛一样，所以有人就怀疑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就是不是阿难成佛了，阿难又说如是我闻，大家这个疑惑就没有了阿难尊者是佛讲，一时为什么不记在年月日说一时，一时是真的讲，记在年月日，年月日是假的。为什么呢？当时印度没统一，每个国家的年月日都不一样这种事情在中国有不相同那么到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一般呢是用阳历，我们叫公元，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也用公元了但是在台湾用民国民国今年92年公元2003年不一样在日本的年号是平成又不一样
啊，这个世间回教的立法也不相同，就这么个地球上到现在立法还不统一啊。你要记在年月日时的时候很麻烦，不好查了啊！何况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一时是真的，思之道后啊，机缘成熟，这个叫一时啊。那个一时啊，跟那个经的其经的意思相应，机感相应啊，时节因缘成熟，这个时候讲才能产生效果。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